新消息，主持人虞美人转战政坛，他在明天上午9点半会召开记者会，宣布投入中正万华区立委的选战，是不是代表民众党呢？明天会一并对外说明。而这个选区在国民党的部分，议员郭昭炎还有钟小平都有意愿来争取，而民进党列为艰困选区会进行征召，包含在地的议员吴佩益还有刘耀仁等人喊出不确战，也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。